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，解衣欲睡，月色入户，欣然起兮。念吾与为乐者，遂至承天寺，寻张怀民。怀民亦未寝，相与不与中庭。庭下如积水空明，水中藻荇交横，盖竹柏阴也。何夜无何处无竹柏？但少闲人如两人者耳。何夜无月？何处无竹柏？但少闲人如两人者耳。